装好了啊，第二车也装好了。陈经理，多少个呀？一共30个是吧？两个，两个四米二。30个，两个四米二。一车15个。嗯，多少钱啊？那个，15.4。15.4。便宜啊。啊，便宜。清券的价是吧？清券。老板着急走。着急走。大家好啊，这里是石家庄溧阳牲畜交易市场，卖了啊，今天下雨，但是有客户买马，走两圈，这是第一圈，现在装车。先装一个4.2米，现在开始装第二车啊，这是第二个卷的。